溪，也就是苗栗和台中的交界，现在可以看到大安溪水暴涨了。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导流堤是在苏力台风的时候就溃堤了700公尺，到现在感恩啊，感恩潭美台风啊，就这样轻轻地绕过了台湾。不过在凌晨2:40登陆了福建啦，根据气象局的报告，还是呢很大的雨量哦。啊，但愿他们都能平平安安啦、这一次的台风潭美啊、本来呢也是带着很充沛的水量啊，我们不能不相信这个台风呢并没有登陆菲律宾，却是呢从吕宋岛一直到马尼拉就受到了灾难。那好大雨啊，淹大水啊，吕宋岛的这个山的滑落啊，那崩塌啊，也是很大的灾难。到了马尼拉呢，淹水大部分多东中阴呐、慈济人呐、从昨天雨停呐、就大家呢动员起来了哈、开始呢到收容所啊去看呐、真的有这么多人哈、都分布在7个地方呐、那慈济人赶快马上呢就是送米、送毯子、送二手衣，同时呢也送面包，还有呢煮热食等等啦、都是呢一切都动起来。昨天呐、都是一整天都在呢发放啊、看灾啊等等呢这样的付出，及时抚慰啦、这实在是台风并没有登陆，只是一个环流的影响，就让菲律宾这么长的地方啊，从吕宋岛一直到了这个马尼拉，像影响那么大。所以气象局的测量与报告，我们真的都要谨慎虔诚。昨天一整天呐、都密切注意这个台风的方向，它的水量看到了，住在山上的或者是平常啊，就容易路段啊，或者是呢山崩啊，或者是会低洼的民众呢，也都很配合，而且呢也看到了，也是感动的，那就是在台风的开始就已经了，政府各个单位啊都是启动防台的工作啊，军啊、警啊、消防队啊，还有呢这个电吼的台电啊，或者是水公司啊，这种对民生啊都是要很用心去防范保护的，都已经呢动起来，该准备的街道那这个水沟啊也都很彻底的在清啊，而且呢这路树啊也开始呢加强要修剪等等啊，还有呢阿兵哥啊也都很严密的防范啊，这种的有备无患啊，密切的重视，这都是呢很令人安心啊。
现在台风虽然过去了，也不能轻视它，也不能忽视掉它。在山上的人或是低洼的，还是要密切注意，绝对不能呢放松呢，以为说啊过去了，其实呢要时时提高警觉啊，近水边的地方呢不要靠近呐 啊看到了新闻的，有的呢牵着幼小的孩子到了海边去观浪哦，实在是太大胆呐、看着呢，那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不都是浪费社会资源吗？不只是自己的生命，还要呢浪费社会资源，还要人去救啊，救人的人也要冒险啊。所以呢，那有了台风警报等等呢，应该呢要乖乖的，自己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啊，乖乖的在家里虔诚的祈祷，想一个呢，这个全家团圆乐，不都是更好吗？不要呢动不动就要到外面去，还有呢不要上山呐、因为呢山区的含水量过大了，哪怕是雨停呢还会有山滑动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呢要守护自己的平安啊，还要守护自己的心，要虔诚。昨天精舍里也都是很祥和，而且呢听的看的都很舒服哦，那样的很有祥和的气氛啦、也感觉到了人人呢，我们所有的同仁、修行者、清修士、同仁们大家呢都是秉了那一分的虔诚来祈祷哦，这也都是在寺庙里哦。其实呢，精舍这一种的中元节哈、这样的佛法中呢，表达出了吉祥佛陀的欢喜日哈、这才是呢7月15啊，都是佛的欢喜日嘛哈、因为呢，修行者啊，坚定了道心，体会到了佛法哦，这个佛道的妙法，所以呢，佛陀欢喜啦。农历7月15就是佛陀的欢喜日，佛陀欢喜啦。修行者呢，也都能体会到了真理得到，所以呢。这都是吉祥。那2000多年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样的佛的欢喜吉祥日呢，我们更要用心来推动。这样就是还要再推动茹素啊，少杀生，要尊重生命，尊重生命，互爱互动啊。这不都是很吉祥吗？在媒体上的报道着大杀生哦，普渡烧金纸哦，来拜拜的，这个杀就凶嘛，哪能吉祥呢？那一种的业力啊，业力可怕，不报不消啦。还有看到的人祸阿修罗道的吼、那样的造成的人祸啊，杀业啊，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国度呢？也是蛮多的吼、这都是现在的人类啊，互相的心不调不觉悟，
所以呢会造成了很多的灾难、哦、地大不调，风大水大火大等等都不调中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呢提高警觉、哦、还要呢戒慎虔诚啊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不断在推动了七月就是吉祥月，我们在这样的吉祥月呢要提倡的是护身孝亲行善，这个社会一片的提升啊正信正念，相信啊这样的社会会更祥和更平安啊。